濟日報社評： Omicron 變種新冠毒株急速蔓延，必須盡快解答四大疑團，包括病毒傳播力、對人體傷害、疫苗同藥物成效同埋經濟復甦會否拖慢，才可以擬定最適切對策。現時人心惶惑不安，港府趁勢增加私院接種點，谷針可望事半功倍。當局亦都要長加研究應否推出更嚴格的疫苗護照，為同內地以至國際通關做好準備。星島日報社論：新變種病毒持續在世界各地蔓延，藥廠說現有疫苗效用大減，有必要研發新疫苗。投資者擔心疫苗失效，在避險情緒驅使下，剛剛喘穩的環球金融市場沉默再現震盪。在新疫苗面世之前，市場難免反覆波動。東方日報社論：來勢洶洶的變種新冠病毒正是在全球擴散，幸好中國堅持清零政策，嚴防死守，暫時仍然能夠幸免於難。中國防控疫情已經有很好的經驗，全國性大爆發不會有，但是中小型爆發仍然是難免，因此更加應該及早籌謀，而及早叫停春運，規定民眾原地倒税。至於粵港澳在新春前通關的機會已趨渺茫，分隔兩地的家庭想團圓看來還需要再等。